有人话车其实系一部时光机，因为佢能够将人瞬间转移到另一个地方。过程中嘅快感，相信迷倒唔少人。但同时间竞赛嘅同时，其实时光机亦都难逃岁月嘅摧残。有人话，同一个人合作耐咗，你嘅习惯或多或少会受佢嘅影响。阿飞对车身保养系有一份执着，无论系乜嘢年份嘅车，佢都要将佢嘅外壳质素追求到同新车一模一样。而我哋嘅镀膜就系要令到车漆原汁原味咁样重生，令到每架有经历嘅车都可以寻回啱啱出厂嘅时候嘅感觉。如果有一日你都想揾翻呢种感觉嘅话，记得揾我哋，我系金宝时嘅阿 Don。